位观众晚安，现在是新闻提要。运钞车离奇，送变形。这次珠宝行发生劫案，匪徒是三男四女，未向公众做出明确交代。这四个人的指纹与警方的怀疑对象吻合。我们没有对付过这么厉害的变种人，咱们找帮手吧。谁能帮得了我们的手啊？三尼啊，反正他们都是怪物。你这个小怪物，有收拾他们的能耐，我就教你如何控制你的潜能。